啊，那过来，较早乡亲，若想要欣赏文物国宝，拢一定爱走去台北的故宫才看会到。不过，按即马开始，咱彰化县的县立美术馆是专工将即个翠玉白菜等四件国宝搬来到遮展出，结合在地相关的艺术奖品以及新媒体，展现多元的艺术响应。故宫国宝再次在彰化展出，透过彰化艺术高中学生的舞蹈，差的气氛。故宫这次安排了包括清朝的翠玉白菜、英国十八世纪钟表、化妆匣等四件文物来彰化做展出，展览从今日开始，一直到明年的二二八为止。的展期是从即日起一直到2月28号，中间会跨到我们过年10天的一个假期。那除了看我们故宫的东西之外，我们彰化的这个传统艺术等等也要回应进去哦，所以在这次我们呢也连接到彰化的一些人文产物，包括我们的这个结球白菜，还有我们传统的工艺，包括有漆线雕、有细木作、有石雕、木雕。故宫博物院副院长表示，故宫的国宝真少出外展览，这回来彰化四件国宝都是相当特别的文物，每一件文物也都有真深的历史故事。这翠玉白菜上面有两只昆虫，一个是螽斯，一个是蚱蜢，这两个共同的主要意义就是多子多孙。另外一个翠玉白菜本身的意义就是清清白白，等于景辉的妈妈跟光绪讲，我的女儿清清白白，而且会让你多子多孙。文化局指出，故宫国宝由彰化展览，唔仅有四件国宝文物会当近距离欣赏，现场的新媒体展嘛相当有看头，充分运用 AI 人工智慧等科技融入文物甲艺术品，用沉浸式的方式来欣赏国宝文物。大众新闻，中向彰化采访报道。